哎呀，你拿走干嘛？拖走干嘛嘛？你拖走，打到了，到了。哎呀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快喝。你别搞到了嘛！从这边拿嘛，你哎呦，他把那个汤全部倒在那个地上了，有点气人。啊，等这个来喝，终于放宽了一半了，要不然好难背啊，这东西。一直背起来，谢谢送的666啊，谢谢送的666，感谢大家七零五家们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啊，每天大家走进咱们猕猴世界啊，与猴玩耍啊，家们点关注啊。先给仔仔拿一个啊，别怕嘛，又不打你们，干嘛呢？来。啊，都有吃的，别打架啊！快吃，宝宝啊！来，别抢他的枣子，你等他吃一点。来，哎呦，谁差点把我拉摔一跤哦！来翻吗？坏丫头，你别跟他抢。老马呢？来坏吧，给你拿个橘子，你别来发吗？快，来！来！小红莲。拜拜，小拜拜，福娃呢？小拜拜，你今天天天都不带，没有福娃呢？我要跟他妈跟着老马跑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老马的无踪影了。老马应该在林子里面睡觉吗？这也不是老马家，这也不像老马家。你找不到奶爸吗？我帮你找个人奶爸嘛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你找个人嘛。上去看一眼，找一眼。慌，你把我大腿抱住了，抱个大腿是不是？来，给你拿个橘子，赶紧跑。你们一天天打架干嘛？一会儿把这个袋子再剪下去吧。